来无啦，有人无，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哎嗨 ，Hello， 马入虎如虎口，今天不会翻车了吧？说 ，Hello，翻到驾照直接被没收，太夸张了。Hello。Hello。哎，主播蔡一柔来了，嗨，蔡一柔。听说官网是把我的开播时间写成四点，我四点还躺在床上，不可以这样哎、欸！我真的是交五点哦，我直播表真的交五点哦。我今天只播到6:30，我还要出门，我还要去上班的事。晚餐吃什么？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这短暂的一个小时，我们来讨论晚餐要吃什么。拉面怎么样？哪里的拉面？我喜欢吃拉面。什么拉面？我要吃拉面。你说楼下那个拉面吗？楼下那拉面我还没吃过哎，还是哪里的拉面？不是，哪里的？边整理刘海的。哪里的？你传讯息给我。你用 LINE 跟我讲快点。跳起，哪里的拉面？我们可以再骑车去练习哦？真的吗？哦，真的吗？也是可以啦，只是我的刘海会大爆炸而已。
家哦，专家好像上次姐姐还跟我说好像不错吃的样子。啊，他上次有跟我说他推这间。啊，不用排队吗？这个不用排吗？我也有嘿嘿，对公司拿的。礼拜一休息，哭啊，哭啊！看他那边有什么吃的，那附近很多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我在看地图。真的很常遇到这种事，哎，好像是意大利面，我们可以走路过去啊，那边走路还蛮近的吧，那边好像不至于要到骑车欸。不要吓肉肉，看肉，你看 LINE， 你看 LINE， 你看我传给你，还是你有想吃别的？如果你想吃拉面，楼下也有哦。啊，等等，好，我刚刚收到，收到什么？罚单？哈？你刚说哈？罚单？哈？哈？哈？你说罚单？你怎么了？你没有戴安全帽？不可能吧？还是你怎样？你没有？什么意思？你牌照没有露出来，还是怎样？林婷，丽不是。奇怪，什么意思？为什么吃罚单了？为什么吃罚单了？我看人家从那个洞出来，你就跟着走那个洞，是吗？就停进去。嗯。然后嘞，然后嘞，615块 ，Oh my gosh！ 指定多少申请生可以帮肉肉缴罚单？缴罚单？Oh my god！
感觉是车位旁边那种红线。你要赚多久？哇，你直播可能要赚好几个月，救命！靠阿潘丢火箭了，火箭哦！买啦，火箭哦，真是啦，火箭可能可以帮他缴完罚单之后，然后剩个300块，这样。天哪，哎，这个话题太现实了吧，救命！我会不会透露太多？好具体的这样啊，好具体的这样啊，可能可以吃一碗拉面。啊，那研究生没，我没办法没。一碗拉面加一张罚单，这样。啪，钱飞了，被国家劫走了。哇哇，那等下晚餐要吃什么？晚餐是不是改成吃便利商店？还是你刚讲的那家店旁边还有一家便宜面店，还是我们去吃便宜面店？一秒改变形态，还是等一下不要吃晚餐。是不用，预算直接跌下去，预算直接掰，我们吃饭的预算直接啪没了。大家昨天看那个石碑秀 performance 的感想如何？直接放弃挣扎去吃烧肉和牛啊，哭啊！线上体验不佳，怎么说？看线上看到生气，都在拍观众席，真假？没有，我哎，怎么这样？我回来还没有看，我还没有看回放哎，我们呢？你那啥？不太知道那个体验如何。土豆镜头可能比成员多，你知道吗？也没拿手灯，可惜了，我就坐在那边啊。哎，还有人说什么？就是看到阿潘很嗨，没有好不好？我是那个，就是我因为镜头就在我面前，我当然要表示一些什么，不然很尴尬哎。观众席时间太长了，如果说没成就算了，有成员还一直照。哦，还好啦，啊，反正我就是坐在那边看表演啊。也没有时间踩那个镜头吧，我说真的，根本没有时间啊。你看叶蝶的表情太浮，就是哦哟，这个姐妹哦哟，我的心情就是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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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的，姨母笑，你们懂什么叫姨母笑吗？昨天看叶蝶的表情就是姨母笑，大家我们联署。张华法跟高圆觉跳一下夜蝶好不好？我们已经无数成员一直去敲完了。我从前一天在彩排的时候，前一天我们在总彩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张华讲说，哎、欸，我好想看你们跳夜蝶，
我想跟你们跳 CP 曲，然后张涵说我不要啊，我不要啊，不是，是不是？我没有讲错，是不是该敲完张涵涵跟高圆觉？是不是太好看？哇！那个夜蝶，我直接阵亡在椅子上。他们平常彩排的时候才不是长这样吗？他们彩排的时候一直在笑，他们彩排的时候狂笑场，狂笑场，完全进入不了那个世界，你知道吗？敲完法诀的 ，I'm sure， 这可能要晚上十点多才能播、哦。何如？我有没有说谎骗你们？我没有说谎吼，我就是真的坐在旁边，我很认真的坐在旁边了。你们是不是原本以为说我坐在旁边，可能是我坐在那个就是后台的旁边的意思？不是，我坐在旁边是真的坐在你们旁边，我是真的坐在旁边，好不好？一定要敲一下绝法 CP， 这应是成员们最关注的 CP， 对啊。看到夜蝶才挺没礼貌。就真的坐在那边了，坐在旁边不能补打直播 report， 对啊，是真的不行，好不好？我如果在后台，我就有办法打直播 report， 我在那里我真的不行，好不好？我怎么可能真的在那边开始滑手机吧？那超没礼貌的，好不好？那个收音真的可以炒鱿鱼，真的吗？哦，你是说？哦，你是说那个麦有大小声的问题是吗？啊，我要讲鬼故事吗？我要讲鬼故事吗？你们要听鬼故事吗？你们要听鬼故事吗？其实也不是鬼故事哎、欸，身上听不太到声音的部分。不算是真的没有声音啊，就是没有声音，就是，我不用贴着听，不用贴着听，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声音，好不好？是真的没有声音 ，OK。只有分有声音跟没声音，好不好？没有中间值，没有什么太小声什么，没有，就是有声音跟没声音，这样听得懂吗？不是忽大忽小，已经不是忽大忽小，就是有跟没有，好不好？大家不用再追求那个，就是是不是自己听不清楚？不是，就是有跟没有，没有中间值，好不好？啊，我是那个没有，好不好？不对，应该说我是有时候有，然后有时候没有。也不是团队的问题耶，那个就是硬体设备啊，那个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跟团队没有关系，就是你们要知道，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耶，因为那个专有名词我也不太懂，但反正就是每一个场地可以供应的，可以提供的那个。提供几支有声音的那个是场地限制，这样。
那是场地限制，那个团队没有关系，那个就是这个场地本来就只能有几只有的，几只没有的这样。你跟我们说的是不同事，真的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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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人讲的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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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这个频道数，频道数是有上限的。所以如果真的没听到的话，那就是真的没听到，不是忽大忽小，也不是听不清楚，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地方没有办法供37，这样你懂吗？就是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办到37。做不到，这个数字他办不到，这个场地办不到，这样。MC 听不到，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在后台是听得到的。这个线上转播的问题，这个我好像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说的是不同事，说稿。嗯，现场没有这个问题，镜头也很抖，镜头很抖，这个我也没办法，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他没有时间踩是真的，一切都很极限吧，一切时间都很紧迫，这样。哎，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我跳了什么歌吧？有这么夸张吗？应该不会这么夸张吧？突然很好奇，问了一下这个问题，有人不知道我跳什么歌吗？应该不至于吧，应该不至于吧。他真的跳头尾，不对，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笑死！不要这么，不要自己接。那个时机点，尤其是明显一小组唱一小段的时候，很迷吼，很迷吼。我有注意到我在唱的时候，他镜头都不在我附近。我注意到这件事情。山顶最边边常看不到阿潘。哎，也没有常常看不到阿潘吧？总共也才4首歌而已。你应该是看不到，就是真的没看到，因为我就是坐在旁边观众席上，真的看不到应该是很正常的啦。是觉得这样的表演还蛮有趣的啦，我看大家现场也看得蛮开心的，就是这样的表演还蛮有趣的。但是我要说，但是我真的要说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有可以许愿这件事情，我连有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感觉也要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可以许愿啊，我不知道啊，没有人说可以许愿啊，没有人讲啊，我不知道有这个机会啊。わからん。わからないですね。超尴尬。你不要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要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许愿的啊，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有歌单了没。没有没有没有公告，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就是私下弄的，这样，全部都是自己来，你是不是被封锁了？你怎么不问问其他人呢？我不知道啦，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假过一次有值就行了。哦，对不起，我整个就是已经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一直在弄，你知道吗？就一直夹，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当做梳子在用，对啊对啊，超好笑，超好笑，加上瘾的是吧？没有，因为这个温度很低，这个是低温的。它的温度大概，就是吹风机的温度。我是开这个啊，这个，它是低，就是我直接摸也不会出事的那种烫度，你知道吗？就是比吹风机再弱一点吗？对，外面不是外面是那个，这扇窗，这扇门，换玻璃，修理刷烫。窗仔门换玻璃，那个，我不知道小艺，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样的文化，就是台湾这种修纱窗纱门，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子，广播车这样跑来跑去，就是行动式的这样，救命一模一样，这纱门换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窗仔门换玻璃，刷窗修理便所门啦，多了一个。做纱门换玻璃，修理厕所门，修理刷窗，窗仔门。哇玻璃，刷窗不都买来自己换的吗？不是都会有这种吗？就是对不起，我们乡下啦，乡下就是我从小听到大，我从小就是每天都会听到这个啊。对对对对，手扒鸡，手扒鸡，胖公公诶，手扒鸡，拢有啊，这拢有啊，够巴掌啊。小肉粽，小酒蕾，小肉粽，安尼。太肉。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有那个，我不知道有许愿环节这样。原来新竹真的是乡下，我也从小听到大。对啊，头油鸡，头油鸡。都会有，就是台湾很有一些小吃是像这样子开着货车，然后到处叫卖的，就是放一个那个广播的喇叭在那边，大声公在那边，然后一直播重复的这样，就是告诉附近的人说，哦，这里有东西可以买这样，给他很贵哦，真的哦，小肉粽臭豆腐都是高楼还是没有用？对啊对啊，就是文化不一样，要跟小艺说明一下，台湾是有这样子的文化存在的，就有点像那个冰淇淋，冰淇淋现在是真的很少，就是
我们台湾这边在卖冰淇淋都是那个脚踏车过去然后按把布把布这样，就是会有那种伯伯然后骑着三轮车三轮车这样，然后骑过去之后然后就一直按那种气囊式的那种把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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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是你就知道有冰淇淋车这样。也有的把布把布现在是在卖那种烤香肠啊，然后或者是卖冰水啊什么，就是已经不限定只是冰淇淋了这样。还有卖羊乐多的，对啊，现在进化了，是的，是的。然后他卖的冰淇淋就是那种怎么讲？也算是台湾特定的一种冰淇淋吧，就是平常可能我不知道小易就是你们香港那边有没有这样子的冰淇淋，但是台湾的这种把布的冰淇淋通常吃起来口感不会是那种绵密啊，那种什么明治啊小美冰淇淋那种绵密的口感，不是，它是会有一点点还带有冰沙口感，可能味道会有点稀，因为通常一球才卖你10块钱，然后会用甜筒帮你装好，然后就问你说你要什么口味的，然后通常台湾都是卖芋头口味，通常都会有芋头口味这样，所以我从小就吃那个芋头把布这样。对对对对对，有点冰沙的口感，但是形状还是冰淇淋这样一球。然后通常因为就是那种路边都随便挖一挖，所以也不会说太平整太漂亮这样。很便宜，现在要找到那个价钱很难的。有啊，我扫墓的时候会吃吧。贴街招在交通灯柱、巴士站配件箱，然后有联络的可以私下哦，真的哦。小易来啦，隔个7天就好。有没有人要带小易去玩啦？真是的。只要隔3天就好了，而且是一人一室，不是一人一户哦。笔记阿潘扫墓完会吃八步，不重要好吗？不要笔记这种奇怪的东西。いらない情報、いらない。我要请小易吃新店，真的吗？新店好吃哎。4周年可以啦，我们这几天已经在讨论，我今天起床之后我们就一直很如火如荼的在讨论4周年的见面会要做些什么，就是那个 fan meeting 我们要做些什么。对，我跟小易有台湾约起来啦，约起来啦。赌赢的一片鸡排，好的，我们要聊什么？赌翁同心的开播时间，笑死！哎，说到翁同心，那个昨天那个 special performance， 我真的觉得翁同心跳那个关于你，我真的是觉得他把这首歌怎么讲演绎的很好嘛，就是这首歌虽然是5个人，但是我真的觉得里面就是表达这首歌表达最好的，就是有表达到那个我印象中的 Kimi ni Zuite 这首歌的氛围的，应该就是翁同心。我是真的觉得他跳得很好，我还特别跟他说这件事情。我跟他说，你跳得很好看，就是他有很多那种手部的动作，还有一些 wave 什么的，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有很好的表达到这首歌的情绪。他唱很少怕，超少，没有怕就27，应该有注意到站位就是长那样子，很吃亏吼。高评级，
我难得就是会冲过去然后称赞一个人，拜托特别跟他讲。自己偶像自己黑，没有，我觉得是他肢体吧，我觉得是他肢体吧，就是他跳舞是真的有那个优点在，我觉得。然后蔡依柔就很骄傲的一直跟我讲说，那是我们家小孩，我们家小孩，然后他说，你看我们超组的小孩超组啦，不要不让我站啦，然后就跟他讲说，超死了，上面没有萨库拉啦，然后瞬间安静。直接没有萨库拉啦，尴尬。可惜我都没看到。虽然这样提倡不太好，但是现在有 B 站可以回放哦。零一也没 UNI 去，我也不晓得，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可能因为演唱会有跳过 SSKR 了，他也不是那种会特别去争取些什么的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刚刚说谁？你说跳得很好的嘛？王童心呢？萨库拉就要夸夸我们布丁了吧？这次的名单很新奇，感觉不错。瘦友呢？其实他许愿在台下休息，你说我吗？谢谢我啦，我许愿在台下休息，好不好？我觉得就省下来吧，我也觉得，尤其是那个毒到爆的病毒，笑死。我第一次看到一直在笑，よかったね。有生之年看到你们跳夜蝶，よかったね。私いないですけど，全然いないですけど。透明人間なんですけど。透明人間です。连 MC 都不用讲的透明人間です，透明です。还有夜蝶哦，有啊，很多很多神曲都有出来。什么时候可以看阿帆跳夜蝶？等我毕业吧，我自己开自己拍 cover 比较快，还是我现在就自己去找？对啊，我毕业之后我再去找和 Yulu 拍 cover， 不然我觉得没有机会，不干我的事。坐着赚，你要确定有赚，你要确定，你要确定有出场费，我觉得应该没有，我不要想了。分かんないね。分かんないですね。知らん。真的不知道啦，真的不知道啦，通常都不知道，通常都是未知状况，好不好？至少私下请客。对啊，我去吃东西的，我去吃下午茶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反而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昨天其实是一场就是在 TP 史上好像算是蛮重要的一场表演，但是就是我一直没有进入那个状况，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融入不了那个情感，你知道吗？然后没有跟上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我跟米野明就在旁边就在讲说，就
就是觉得有点尴尬，就是看表演很开心，然后可以祝他毕业也很开心，可是就是很怎么办，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情感融入不进去，然后就是感觉今天好像没有来上班的那种感觉，你懂吗？但合照的掉眼泪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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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不是掉眼泪，大家我在那边擦不是掉眼泪，是因为我这边卡了一根毛，我那个我的睫毛膏上面卡了一根白白的毛，然后大概从那个从唱完纸飞机开始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我一直看不到那根毛，然后我一直在那边抓。我没有在哭，我是那边真的卡一根毛，超搞笑。而且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抓起来？我中演全部结束之后，我才终于把那根毛抓下来。然后抓下来那一刻，然后才恍然大悟，啊，我眼睛不舒服是因为这根毛。没有在哭，这误会很大，这误会超大。没有，我没有哭哦，麻烦澄清一下，我没有，我真的在抓那根那个。是真的有一根那种长长的棉絮的那种毛，就卡在这边，然后一直粘在上面。可是 我又不可能，就是我照不到镜子的状况下，我不可能就是精准把那根拔掉，所以我只能这样子一直很试探性的这样子一直在擦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直抓我的睫毛。可是又不能抓很大力，因为睫毛膏会被抓掉，而且手会黑黑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抓，抓不掉啊。这场没有哭点啊，唯一情绪有上来只有梦之河，我不在啊。就是我终于抓到的时候是那个已经中演了，这样让我们感动一下会怎样，就是没有哭点，你想怎样？不能说谎，做人不能说谎好不好？哦，对啊，那个什么，啊，就没在场上是要哭个毛哦，哎呦，真哭个毛啊！啊，那个布丁也是啊，布丁昨天好像就是快筛完之后，然后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就这样，然后我经过的时候，然后就以为他哭，布丁说我没有在哭，我没有在哭，我是鼻子，我一直流鼻涕，救命，超好笑。中演之后不是有姐姐宣布跟思雅一起毕业吗？哦，对啊，我那时候才哭啊，有那时候有哭，因为不是，其实哦，讲到又想哭，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一路以来已经遇过太多死大虎上要离开，然后我已经很习惯那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马来西亚上是从 TP 开始一直跟我们到现在，从 TP 开始到现在耶，4年耶，真的是整整4年耶。他很辛苦耶，他是真的很辛苦，他身边的 partner 也是一个一个再换一个，然后我们成员又这么多，然后你看什么谁要跑外景什么的，他也都要一直跟着，几乎是没有休假的状态啊，他多辛苦啊。我们的元老马内加桑很难过，真的建国等级的姐姐，然后就是对啊，真的他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件事情 Yuru 他们是不知道，我要跟 Yuru 他们讲，等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跟 Yuru 他们讲， Yuru 他们是不知道。
到你罐头，你穿黑色瘦好多，我本来就很瘦。自己讲，伤心哎，他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要确定呢，我觉得我很瘦啊。晚餐吃了没？还没。44点多吧，现在44点多，体重，他真的已经太瘦。最近也没什么培训啊，不然基本上要瘦下来应该是很快。就是最近也没怎么运动。啊，还有跟毕业姐姐说祝福的话加共勉值吗？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呢，可能之后再传个很长的讯息论文给她吧，再传一篇论文给她吧。不要再讲那个空棉值，笑死！那晶晶姐姐会被叫小宝贝吗？不会，并不会。我就是都叫她姐姐，不，为什么是叫什么？为什么是小宝贝？神奇叫法，不会，通常不会这样叫他，通常不会好吗？通常叫姐姐就是真的都是叫姐姐好吗？拉瑞姐姐。他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呼？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呼？我怎么不知道？他叫拉瑞吗？好，我要去问他。救命！姐，你叫拉瑞吗？姐，你是拉瑞吗？我通常也不会叠字叫，我通常都是叫姐这样，就是通常不会叫姐姐这样。年纪上不太习惯这样叫人家碟子，这样称呼很久嘞，嗡嗡取的，那应该是拉瑞没错，对，那应该是我想象中的拉瑞没有错，对，有这个我就有印象，如果是翁同勋取的，我就不意外了。金针菇知道吗？哦，我知道。你想金针菇，我觉得我画面一定是他，金针菇一定是他。他到底是金针菇还是蘑菇，还是香菇？金香菇吧，对不对？我就说是香菇嘛，对不对？香菇。连那个连我们舞蹈老师都是叫他香菇姐姐。唉，人来来去去，我怎么还在这？没有啦，人来来去去，看了多少人离开。史大虎都不知道迎来几期了。知名金香菇姐姐，笑。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吧。家哦，等我一下哦，蔡柔在问我要不要吃那家，这个叫什么？
不会要排队。史泰我想也有在拼翻桌率的吗？翻桌率是这样用的吗？摄影姐姐到底叫什么？只知道她会画可爱的海兔。我总不可能直接把人家绰号讲出来吧？就是叫海兔吧，先叫海兔姐姐吧。大虎嗓的粉丝跟成员一样多，真的。摄影姐姐有专属 spotlight， 笑死。没耶，什么？我可以现在开，我现在开普朗的没？是真的有普朗好不好？是真的有普朗，我普朗多年用户，好像之前才有什么几周年，跟我说这是我用普朗的第几年，然后我说哇，我在河道上这么多年啦。想入坑 TDP 该怎么追偶像？有什么粉丝注意事项吗？我可以下去留言啊。不行，反正是偷偷说啊，反正是偷偷说，偷偷说河道有差吗？有什么要注意的？没什么吧。唱一下就没了，哦，只有一分多钟。换一首歌。我看下面留言什么，公演的场次是不是偏少呢？是，买票参加吗？是，进场的话我需要准备什么吗？例如应援荧光棒之类的？哦，不用啊，现场都会卖哦。如果你有想买再买，如果没有的话不买也没关系，可以纯粹来欣赏表演。这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教你，不会。他们会叫你花钱。我是很早有去看过公演，但很不习惯这样追偶像，默默支持。
我看完了，大家的推荐都差不多哎。不会问了就是零售，都卖完了。哎，啊，你们可以，哎，我看看，你们如果好奇就是要怎么跟他讲的话，我给的建议是，就是，我这是不真的不官方，一点都不官方的说法哦，就是，哎，懂呢？为什么有人的握手时间是十秒？因为他那一排没什么人在排队，就可以握十秒。就这么真实，对，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对于新饭吼，就是像这样的关注法，哎，都像我自己在放偶像，我一开始其实我不看直播，我没有时间追直播。说实在，我如果每天都要上班，我根本没空追直播，就是我没有追星追的这么彻底的话，就是第一个就追 IG， 然后偶尔按按赞，然后大概知道他。就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来就是 YouTube 搜寻影片啊，这个都很难。然后 YouTube 搜寻影片，你如果对现场有兴趣的话，你再看，你再来看那个四周年演唱会跟四周年见面会。我觉得公演先不用，因为公演是很 AKB 文化，你真的要懂很多东西，你来才不会觉得说，哎，我没有。我不太知道这个要做些什么，可是演唱会是一个不管什么体系都会出现的活动，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入坑，就是好奇我们在唱些什么歌，想看生人的话，我建议是来看见面会或者是演唱会，对，但是演唱会有点贵是真的，所以你可以买线上就好。很直接，对。直播不一定，直播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粉丝。如果你希望小偶像认识你的话，你就可以来看直播，多聊聊天。但是如果你还好，就是追星不是你人生中这么大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不用。没有，我跟你讲公演，我跟你讲，如果我不知道 AKB 的话，我第一次来看公演，我一定被吓到。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是，就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让我朋友来看过公演，因为他看得懂演唱会，但是他不一定看得懂公演，而且我们公演完全没有字幕，你要先叫人家先去看歌词，然后先看懂哪一首歌在做什么，才叫他进来，然后突然一进来就听到 Take a Fire， 拖拉，他会吓到，会吓到，不熟悉日本偶像的人真的会吓到，好吗？对，先来看演唱会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对，会被吓死吧，对吧？对不对？会被吓到啦！而且，你他一进来，他看到哇哇哇哇，然后这样子，他不会吓到才有鬼啊！你想我们在干嘛？对啊，正常一点的活动啦，因为。公演是很例行性的，然后很多就是都是我们成员之间，我们也不会再去帮人家科普说为什么我们 会聊这个话题，我们甚至不会帮人家科普什么是樱花宝宝。可是演唱会的话，演唱会上因为通常有线上表演，所以通常会讲一些浅显易懂的一些比较直白话题，然后演唱会因为是周年演唱会，所以也会有一些回顾过去的那种感觉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先从演唱会慢慢入手。这样，然后手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不用急着买。这样，手灯我觉得可以不用急着买。如果好，听说官方完售了，但是通常现场都还会买一些有的没的应援物。你如果看了喜欢，你可以中场休息再出来买就好。对，这是一个正常追星步骤，好吗？对不对？你如果不熟这些成员，你突然进去然后看到他，樱花宝宝说你好，你。天哪！Oh my god！ 我会被吓到，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会被吓到，说什么？不能接受在那边喊的粉丝。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自己没有朋友什么的，因为我平常看 live 也是这样。我平常看有时候就是看球赛是这样，通常是。你运气好，通常缘分到了，旁边就会刚好坐一个愿意跟你聊天的人。
不用硬要去社交，这样就是你就是先把我们当一般偶像来看演唱会就好，这样我觉得。OS 我看的什么？不一样的文化。旁边的是下下下，不是。你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旁边就会坐羊的时候，就是可以手把酱，或者是旁边遇到旁边刚好坐灵魂，哦，那你运气也不好，累积。然后你还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来看偶像，为什么是共勉之？会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好不好？如果我是萌新的话，拜托旁边有一个人突然举共勉之，我想，那、啊、你不是来看 TTP？TTP 为什么共？这是他们官方商品吗？会问号好不好？太问号了吧，拜托。拜托，真的太问号了。根本邪教。旁边喊曲伟很奇怪，对啊，超奇怪的好不好？为什么要共勉之啦？对啊，你就会听到一直有一个人共勉之，有没有学共勉之？如果说我会吓到，绝歌娶我啊！我什么歌啊？我什么是歌啊？拜托，会吓到好不好？先让人家从正常的表演看起，好不好？正常的偶像是应该要先看演唱会吧？我当初看任何偶像，我也都是先看演唱会，通常不会先看。通常都是先看影片，然后再看演唱会，然后再看公演吧？不会先看公演吧？为什么大家一直咿咿叫？这些人好奇怪哦！觉得你把这些怪风气带进演唱会，谢谢你啊！潘什么？好啦，但是我觉得演唱会太贵是真的。本家是从公演开始看的、欸，应该说你熟不熟悉日本文化吧？就是看他对 AKB 本家，看他对日本那边的了解度到哪里。如果你只是看 TTP 的话，我是觉得我的顺序还蛮正常阿宅的，好吗？因为正常网络上面也找不到公演资源呢、啊。你怎么知道公演在讲什么？你怎么知道 Reset 专辑里面在写什么？反正这是我给的意见，你们不知道我给意见，然后现在又说不要，现在又说我奇怪，那你不要问啊，奇怪，我给意见，然后你们一直反驳我，会不会聊天啊？奇怪，我跟你讲，要聊天，要会聊天，就是要先认同别人，那你否决我，以后就不给你们意见，不回答，不回答，生气。
12:20了，是不是还是 Hero 了？我要上去找资源。你不是6:30要关吗？对啊，不是7:00，7:00是说日本的7:00。谢谢陈送真情告白。那个啊，今天是日本那边60单的哈兹希罗。30分要下播。谢莫姑送你钟情玫瑰。准时吗？嗯，是的，等下就要准时下播。这个是 Idolish Seven 的7周年纪念曲，所以每个人都有哦。
说四周你要靠左靠右，我可能要看一下歌单才可以跟你讲哦。我看着歌单才能算，算完这个就下播的是。歌单去哪了？几多？但有几首还没练，不知道，好像都会改位置，因为有少就是少失牙嘛，就是没有了失牙之后，很多歌都要重新排，但是目前大多都在左边，大多都在我的左边，你们的右边。都不干我的事，我是说舞台阵容年通常不干我的事。那看见了什么？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6:29，我差不多要出门了。我先来穿袜子，大家不要着急。先有票再砍我。差不多刚好下步，那我只能说就是我觉得歌单是蛮目前看下来歌单是还蛮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想看阿潘战士的话，应该是摩柯林这样，应该是摩柯林这样。讲完了，我就爆雷到这边，基本上。零号跟我这次跟我是摸，完全是摸花都摸可能的代志，这样有惊喜吗？Hello， 我讲的话还会是惊喜吗？你觉得我是可以讲这个的吗？蘑菇这个爆下去会有点，就是会我可能就是会不用跳四周年这样，可不太能聊这个话题哟、哦。哈哈哈哈。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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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那我要念榜下播了。哎呀！蚊子。今天第十五名是浪客36819964，谢谢36819964。然后今天第十四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十三名小谢，谢谢小谢。第十二名阿凯，谢谢阿凯。第十一名剑骨，谢谢剑骨。第十名是朱莲，谢谢朱莲。第九名吉米，谢谢吉米。第八名潘朵拉，谢谢潘朵拉。第七名是小树，谢谢小树。第六名钟颖，谢谢钟颖。第五名阿成，谢谢阿成。第四名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第三名蘑菇，谢谢蘑菇。第二名是俊生，谢谢俊生。第一名是 Martin。好的，我要得卡克，我得卡克。我要我的给给了，我的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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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朵拉没有被我吓跑，笑死！我的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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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给给。我的给给，我的给给。拜不，拜不，今天去上班，法拉利冲啊！法拉利，傻眼，拜不。